她是101的柜姐，她的脸不是修到是可以戳死人的那种。有一次磨皮，然后磨太多了，然后就磨到可能鼻子有点不见。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修图遇到什么样的趣事？我其实修图就是我不会修那么多的图。修图这件事情人人都做，滤镜这件事人人都有，在 IG 在 FB 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。有人呢修到像异形，有人呢修到像人人有整形，还有人修到隔壁变形。我们有多难当，今天来接访他们。修图的好笑的事情，自己把自己的脸修歪了。我记得我是不是都拉近吗？然后修完之后还原的时候，就发现我脸是整个已经凹进去，怎么在对变变形？比如说他本人长这样，然后修的是跟本人不太一样的。他说你，他说你，他说你，那大家自己评判一下。有差吗？是这样子。就是我朋友可能会拍化妆或是擦保养品的现实动态，可是他 always 套了磨皮的滤镜，就是你要拍保养品跟化妆都没问题，可是拜托不要套滤镜，我真的看不出你的效果。这样看得出来吗？我有个朋友是101的柜姐，她的脸不是修到是可以戳死人的那种，就是连在游泳池，她都可以把游泳池修到整个歪掉。我是有看到别人手修到非常的歪，她的手已经变形状是变成这样了，就是非常的不合理。就是下面发现她男生朋友就说你的手也太歪太恶心了。所以本来是这样子拍照，然后就修到变这样子，她的手已经变成。我等一下手。不是修图啦，就是有时候有看过那种直播，然后他原本很瘦嘛，结果突然转一个角度，突然变回来。对，有一个角度，他会突然这样大小大小大小这样。修到男生变女生，女生变男生，就是女生整个，比如说好腰变瘦嘛，然后男生的话就是可能就会变成他的可能下面的部分就整个凸出来。越变越大的放大镜。我那时候看到我朋友发文，他就说。什么是成熟的大人？就是眼底有光，心中有爱，口袋有钱，最后手机里还要有美图秀秀。那你平常会拍穿搭吗？因为感觉你穿搭也是蛮酷的。很有不会特别拍，但蛮爱拍照的。那你拍照通常都直接原图输出吗？还是你会修一点图？我都原图，就顶多滤镜，但美图秀秀那什么 我不会用。我大概只有调亮，看起来很磨哎。我跟你讲，没有，完全没有磨。你拿下来我看一下。这样吗？对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今天是在分享，你敢不敢就原图发文？不敢，不敢。这个有调色吧？那你这滤镜用什么意思？哎，见到要用滤镜，我都是原图输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调一点点身高而已，我都是原图输出。骗子也是臭骗子。可以就是调色就出去了。啊，那你现在来发。你愿意眼睛为什么要放大？你可能修个皮肤的瑕疵。被抓到了吧？你为什么说话？他还要修图啊？觉得就是修图对粉丝朋友来说是一种礼貌，都尊重吗？哎，这就跟你面试的时候你要化妆是一样的概念，对不对？那你修图你要最在乎什么事情？就是要磨皮，皮肤的纹路还是要磨一下。有一次磨皮，然后磨太多了，然后就磨到可能鼻子有点不见，鼻子啊就不见了。你是裙子姐姐，永远普及，对，是捏泥巴捏泥巴那种吗？那你可以来教我们一下吗？预备备，开始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一。棒棒，捏一辆小车，棒棒棒！哈哈哈哈哈！转圈圈，啊啊啊！转圈圈！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修图遇到什么样的趣事？我其实修图就是我不会修那么多的图。那不然你会修什么样的图呢？要非常自然的样子，因为我们要呈现给小朋友就是最自然的样子。他来，本人真的就是他本人。好，那我看一下你做这个动作，我看一下。他是一样。好，我看。修完图就是真实的我，我就是这个样子哦。耶，今天接访到这里了，真的觉得这些大家的修图趣事真的是很好笑。好，如果你喜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好，我叫小一。1231。对。那你知道店里面的人叫什么？啊？店里面的人叫什么？
哪一个店里面的？店小二。他是韩国人。阿尼亚斯，阿尼亚斯，眼睛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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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？你说啊，运动文，运动。Yes， 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